妈妈贵姓的主持人，老师放倒合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哦，我的 baby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放倒合理，处理掉。为了还债，他卧底出国。我两个是姐姐都，你是伫家，阿丽娜是伫。你他妈马云啊？我的位置在哪里？你是38F，你怎么知道你在这上场？跨海变装，展开暗杀行动。我有任务在身，那你一千个是干这一行的？是拍戏的。这位就是画家楚中天。我们两个要演出戏的。乌龙计划全面超展开。康康、李国煌、吴孟达，三傻出手，剑招百出。众星齐聚，笑点全开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快回火地吧！真的是好吃的。查理王农运电影院10万火急，7月25日卫视电影台爆笑首播。